啊，各位，现在啊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叫本店啦，坤店。那我们今天坐上了我们这位大哥的车，啊，后面还有几位乘客。Hello， 哎呀呀呀呀呀，转不过来。你不来很可惜哦，好想你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边，就开始了我们的行程了。哇，这里就是坤店的市区，你看人山人海，摩托特别多。今天是35度，那因为它是在一个车道的地方嘛，所以呢天气这里几乎都是很炎热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华人的人口啊，大概有38%，那其他呢都是当地的土著啊，哦。哎，建峰大哥，你在坤店啊？坤店啊，好吃好玩。好。听说你今晚要吃螃蟹大餐，对吗？对的啦。对，安排好了吗？我们呢就跟这位大哥那么租了这辆车子，那么今天在坤店呢就坐了这部车去了4个景点。这个呢是婆罗洲岛上的一个土著，就是达雅族。那么我们今天来到了坤店，我们也就欣赏这个达雅族的文化表演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呢是在坤店，就是在婆罗洲岛上的西加里曼丹省的首府坤店。那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想要去喝咖啡，那来到了这一间是当地人说最好喝的咖啡。那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哇，人山人海，大家看。那我们进去看一看。这个咖啡店的老板呢是一个华人，潮州人。你看他泡的咖啡，哇，传统。咖啡好喝吗？好喝。来，建峰，你是咖啡高手，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我问一下。多少位？啊？
所以你是这边的坤甸人？是啊是啊。哦，你在这边出生哦？我爸妈是中国来的，可是我在这边出生的。哦，你爸爸妈妈是中国来的？啊，中国来的。像你阿姨大概多少岁啦？啊，我啊，今年75。哦，75啊，哇，很好很好。像你在，我没有结婚，你还没有结婚，啊啊，所以你现在负责管理这个寺庙哈？没有怎么管理啊，我是帮忙啦。哦，人家不可能说我老了。哦，这样你是什么人？客家人还是？我是潮州人。哦，潮州人。啊，潮州人。哦，真正的潮州人。正宗诶。啊。这样你在我们这个坤甸哦，75年哦。75年了。哦，坤甸的华人。我小时候是出租门的。哦，这边有读华文书吗？啊。读书有读华文吗？没有了，现在没有。可是你讲的华语很好啊。我是从小就。哦，有读书啦以前。啊，我有读书。后来呢？说到小学毕业要出初中的啊，那个印尼政府啊就不肯。哦。初中文的要初中印尼文的。所以政府就把华文学校关掉。啊，关掉。但是你已经读了很多年华文了。我读了六年级。哇，六年级就很好了。很好。但是现在年轻的就没有机会喽，就。是啊，年轻的有，现在有啊，有开那个人家。家里了哈，家里的哦，这样子，他们年轻人现在讲华语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啊，就是在坤甸呢，哈。啊，会讲的就讲。哦，讲那个印尼话的比较多哦，但是因为这边华人好像有30多%嘛，哈。哦，这边的生活怎样？华人？好了，不错啊，没有啊，赚问题了，做工赚钱可以了，啊，没有问题了。治安呢？治安这边好吗？这边安全吗？有没有安全了？不安全，现在安全了。哦，所以你们华人住在这边算是相当的安乐了哈。啊，哦，那也很好啊。对对对，像平时有没有一些外来的游客啊，嗯，来到坤甸这边玩啊？有哈，嗯，但是不多是吗？啊，不多哦。什么？不多吗？多，因为我来了几天，好像都没有什么看到游客哦。有时候是一辆大大的汽车。哦。昨天刚来呀。是华人吗？是华人。哦，东南亚的咯。啊啊。哦，那些老外就很少了。马来西亚来的。哦，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来的。对，马来西亚跟这个坤甸有一点点，啊，因为我们都是讲华语多，啊，对对对，好啊好啊。好，江海，我们先走了。好好，祝阿姨身体健康哈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